很难。有看到啊，昨天我在看竞争，等一下我们就来一起启动这个东西，看看里面还有什么。是，还有这两个东西。这是干嘛的？是放在这里的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 Switch， 其实也不明白很细节的东西。漂亮，放在这个，超漂亮，颜色，两个竟然是这样子打的，超美的。接下来在我们开机之前呢，我要先自己贴上这个 screen protector。 因为我想要第一个动到这一架机器，所以我不想要让那个店员帮我贴上这个，所以我告诉那个店员说我要自己买回家弄。然后他一脸惊讶地看着我，好，我会加油的，那开始吧。
看男主角这个，看那个小果子，漂亮。Thank you.